不直播的各位朋友以及各位媒体先进，今天到这一波的内阁新人士的介绍，我们希望今天的行动关键字是积极行动，因为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位内阁团队的首长，有多数是续任的，是留任的，他们已经在过去为国家服务的岁月当中展现了他们的行动力，未来当然是要借重他们丰富的团队经验、专业的领导，能够为行动创新 AI 内阁更平稳的来做所有的交接跟后续的工作。他们有共同的特质，就是历练丰富，勇于认识，将来也都是要继续担任国家希望工程重要推动的推手，也要加速带动国家的进步。所以针对这几位新的内阁同仁，我们会特别的拜托他们经验的传承。